理想心中，搁再来。现在邀请到咱火车站统农民盟新保料，咱的主任委员洪金莹洪主委，先甲大家拜年请安问好。啊，多谢。咱首先哦，是毋是甲咱为咱大台人，吼、哦、为咱大台人啊，互认真不落拍拼做代志。咱黄伟哲市长他们个队拍一个口啊，来感谢者。啊，多谢。哦，咱黄伟哲市长，咱们是团队，咱很热情啊。好，你等会，我们个业务助理，我们个家庭官。请您过台，欢迎来贵宾。还有，我们公主得到公主很上下，我们平和礼物，我们跟人家，好，我们是那个团队，好，咱们现场所有的代表，大家阿文德，啊，首先大家代表罗定文，是那个罗定文啦，欢迎大家。哦，咱台湾上大金的妈祖庙，或者是第三尊重点啊，哦，第三尊重点。因为阮庙是古庙啊，我打五十几年前，我们这个庙主有，我平村有做主的活动啊，我这是第三尊重点。以台湾就经常，阮是三十几年前，哦，三十几年前，还加上这个高峰烟火很炸红头啊。高峰烟火上个主要。就是讲啊，要翻山哦，春游行啊，哦，因为伫春宵进元宵进前，爱上天庭，下来回兵啊，龙上台，啊，所以讲发动这个高峰烟火，我来搞翻山。啊，炸红包的时阵啊，要有这个瘟疫啊，哦，会当炸掉这个瘟疫，啊，祈大家一个平安啊，咧，是煞要提醒讲啊。哦，因为过年过啊，我大家等来哦，准备来伊个工作上啊，认真来做工作，互咱会当加收入大安尼，互咱就比较平顺安尼。因为罗宾门信宝庙啊，足济哦，迄个摄影爱好者啊，伊咧讲啊，那一世人无来罗宾门信宝庙加拍迄个。拍摄啊！哦，这个家村民、边村民、小村民，都讲因为炸红包啊，伊是一生的遗憾。因为安那，爱奶奶先回安那回不去，因为啥呐？今年拢个会想要来，啊，搁唔行呢？因为阮庙啊，越南老人呐，越南老人，因为足成的姻缘，哦，敢有庙来庙感谢，就要甲六万对，就要甲六万对。阮进前越南老人有落大来支持啊。我们要扩大，哦，所以有一个新的电安的语音，那是台湾独立语音，哦，第一条的，哦，甲新人，哦，中国语音安尼，伊在讲要促成甲一个新人，哦，会当人好找着好翁，啊，找着好某，哦，啊，所以讲讲好话，做好事，存好心嘛，我咧家庭大幸福的安尼，而且最后，哦，祝贺大家兔年行大运，大家把努力嘛，加油！哇，谢谢在小南部的朱委员，咱的王尊荣王主任委，接下来有请到咱台南市大甲庙黄伟哲市长跟大家拜年。谢谢，感谢哈，咱努力忙先发表咱的王尊荣委员，以及各位荣誉主任委员，我们练主任委员、李主任委员、施主任委员、李主任委员哈，还有陈主任委员，还有胡主任委员、蔡主任委员，我们。啊，陈立飞立委，我们郭庆良议长，还有咱各位贺平、安佑琪主播，还有各位市府团队、各位长官贵宾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。大家都要看烟火，市长讲短一点好不好？好。就这声最大声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新年快乐，万兔顺利，谢谢各位。